从小到大，我就是大家眼中的公主，有点娇滴滴，很胆小，不怕虫，不怕痛，甚至我害怕一个人睡觉，非常爱漂亮。我念书的时候，桌上永远放着面镜，随时在看我是不是非常的完美，就是这样的女生。受伤这件事情真的把我彻底折磨。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，你就会觉得好陌生，我没有自信，就是会难过，会心痛，因为又很痛苦。人生中本来就会有很多重大的事情，对我来讲，要结束一段感情关系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当你活在别人的想法里，就会给自己很多限制。可是我觉得女生一定要爱自己，很多东西只有你可以给你自己，包括你的勇气、你的思考、你的快乐。随着我今年康复，我接受了镜子里面的你，我找到了我自己从里面散发出来的自信和力量，享受我的工作，能把握我的每一天，我拥有了我人生的全部的自主权。我觉得比以前更爱我自己，也很爱我。还是一个公主，以前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，现在是可以骑马上战场的公主。我相信每个女生都可以做得到，是女生又怎么样？发现一直以来对自己有很
结，坚持到最后，坚定地说你好。